除了粉岭中心的粉红枫铃木，现在水味很灵性，在粉岭火车站 B 出口往花都方向的和兴体育馆，亦有盛开的黄花枫铃木，与月看像黄金之树，大家不用往南昌公园了，北区朋友有可能更就脚方便。他就在和兴体育馆和社区会堂中间的小路上，虽然只有二棵，但盛放下也成为黄色小花海，一树一花花世界。如果居住附近朋友有时间，可以行下。
在体育馆另一边，近湖合石方向，还有几棵。在小山坡上，绿里带湖，景色宜夜游。树下有一顆一顆黄色小星星，另一个角度看更黄色璀璨。